用小火焖煮，熬出浓郁汤头，想煲出一锅养生汤。有 pebble， 轻轻夹起这一片，米白色泽还会透光，外形就像洋芋片，称作海底椰。港式煲汤少不了它。 片状海底椰经过浸泡数分钟，搭配虫草花、枸杞等其他食材，下锅和红萝卜一起炖排骨，直到滚开捞开杂质，再盖上锅盖，文火慢煮2到3小时。海底椰其实在广东人他们是非常普遍家庭一定都会必备的。对，那它主要它就是有润肺，然后止咳化痰，然后清热下火的作用。海底椰原厂非洲，外形和椰子果肉相像，主要用来清热止咳，但价格不菲，一斤要价 2000到3000元不等，靠食材养肺。中医师推荐还能吃白色食物，比如说你三餐里面，你可能早上会有豆浆，然后呢晚上你可能会有山药，然后可能有虾仁炒什么，炒我们的百合，百合也是这个白色。那你甚至于你的茶饮里面，你可能会有点蜂蜜，蜂蜜可以润肺。 中医师建议，百合、黄芪等中药材也是润肺圣品。若要入菜，像这一碗白萝卜搭配苹果、雪耳等白色食材煲汤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抗肺炎，从日常饮食着手，养生也养肺。三立新闻记者周雅婷台北报道。